大家好，我是泰明，你现在收看的是《我爱偶像》。我爱偶像再度前进韩国，今天为大家访问已经从可爱忙内蜕变成成熟小男人的泰明啦。虽然今年跟着 SHINee 团员们一起到台湾举办演唱会，回韩国后可是马不停蹄展开个人活动，不但推出日文专辑，还在八月和十月两度举办个人演唱会，最近还带着第二张正规专辑 solo 回归。超级忙碌的他，可是一点也没有忘记台湾的 SHINee World。赶快来看看可爱的泰明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哦，我是西西，没错，西西现在呢又在出差当中，没错，我们现在在首尔。现在呢，在我身边的这一位，他已经不是 SHINee 的忙内了，他现在已经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超级 S 歌手，让我们欢迎李泰明，欢迎泰明。大家好，我是泰明。哦，因为泰明已经去过台湾很多次了，所以现在中文应该已经变得很棒了吧？啊，아니요원래좀예전에제가연습생시절에중고를어학연수로다녀오고조금배웠었는데네좀많이잊어버렸지만그래도공부를좀다시해보려고하고있습니다首先先非常恭喜泰明刚结束他在首尔三场的 OFSEEK 的演唱会，你现在心情觉得怎么样？일단저한테있어서이제 SHINee 로서는콘서트가굉장히많은경험이또있지만혼자서하는건또처음이었고또그만큼되게긴장도많이했지만많은팬여러분들과많은이제뭐스태프분들의성원에또힘입어서제가또그렇게단독콘서트를할수있었던것같고요무엇보다도앞으로이번이제콘서트를계기로더저다운이제옵식에이어서또다른이제새로운면모를보여드릴테니까많이기대해주셨으면좋겠고기회가된다면꼭이제대만에가서도공연을해보고싶네요와非常的期待那其实因为才刚结束三场的演唱会有没有最希望的就是演唱会结束之后粉丝有没有带走什么样的回忆일단함께이렇게무대를만들어나가는것자체가일단뭐랄까요특별한의미부여를하지않더라도추억이되는것같고그리고앞으로이제그런게하나하나저의경험과팬여러분들께서이제저의공연을응원해주시면서그런추억들이쌓이면서나중에돌이켜봤을때되게소중하고더간직할수있지않을까라는네생각이듭니다一连三天举办歌唱，少了团员的陪伴，要一人独挑大梁演出。不知道这一次演唱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突发状况呢？어그죠아무래도일단공연에대한경험은어쨌거나있다보니까이제공연중에사고같은게있잖아요음향이문제가생기거나뭐땀이이제들어가서마이크가고장나는경우가있고아니면춤을좀너무격하게해서이제소재가이제잘찢어지는이제옷을입었을때찢어지는경우가있고이제이런것들을이제경험을토대로좀사전에좀예방을하고그렇게했기때문에좀괜찮았던것같아요이번공연에서큰사고없이잘무사히마칠수있었던것같아요果然是出道了九年多的歌手啊，然后这次在演唱会上面也表演了 SHINee 的第一次演唱会的主题曲《少年遇见少女》。怎么会想要在演唱会表演这首歌呢？제가이제첫번째단독 SHINee 콘서트때개인기이제솔로곡으로 SHINee 의소녀소녀를만나다라는곡이있는데요그때당시에도솔로로서이제저의소년이미지그리고앞으로미래이미지를구축할걸생각하면서첫번째로고른게그노래인데이제제가단독콘서트를하게됐을때저스스로약간의미를좀가졌던것같아요그노래를꼭보여드리고싶다왜냐하면이제오래전부터저를좋아해주고 SHINee 를좋아해주셨던분들은분명히제가이노래를다시했을때그거에대한감정이나이게조금제가성장을해서나중에보여드렸을때그런뭐랄까요그감정이뭔가좀기억이좀네다되살아나지않을까라는생각에서네那这次演唱会因为有很多 member 也有去看，像是钟铉啊、明豪他们都有去看。那他们在你演唱会看完之后，他们有没有给你什么意见？사실제가첫번째로먼저공연을하러이제보러와줬던게멤버들이그게부도칸이라는제가일본에서이제공연했을때보러와줬었는데함께즐기면서조금더여유롭게풀어줄필요도있는것같아요되게긴장감속안에서하다보니어느정도는보는사람도조금되게긴장이많이된다라는얘기도해주더라고요그래서그조언을토대로이제옵식이라는이제한국단독콘서트에서는조금더긴장을좀낮추고함께좀즐길수있는부분을만들려고좀노력했던것같아요那在十月的时候，是不是要站上更大的舞台？有为了这个站上更大的舞台做什么特别的训练吗？还是加强？
네, 아무래도 사실 벌써 이제 준비를 시작하고 있고 일단 이제 기존에 있었던 이제 세트리스트를 좀 더 완벽하게 조금 만들고 싶고요. 그리고 그 외에도 좀 더 추가되는 특별한 무대들도 더 많아질 거고 일단 스케일이 좀 더 커졌다고 생각하시면 좀 쉬울 것 같아요. 10월 14, 15일 1连2天 泰明再度举办了个人演唱会 of Six， 也希望泰明能赶快把这么精彩的表演带来台湾， 让台湾的 Shining World 也能一起感受这场视觉与听觉的响应啦。 那其实今天的访问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刚问了很多演唱会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代表那个台湾来的嘛，所以很想要知道说有没有在演唱会有什么海外的那个计划这样子。因为我今天是带了那个台湾粉丝的那个目标来，你看，哦，你知道他们就所有的粉丝就是很期待我，就是来访问你，所以他们就要求我一定要穿上这衣服，代表他们的心意来看这样。 아, 일단 네, 이렇게 티 입어주셔서 너무 감사드리고 그죠? 아무래도 이번에 콘서트를 시작하게 된 계기가 그냥 이제 한국에서 단독 콘서트를 하고 끝나는 게 아니라 그 외 다른 지역 이제 저를 보고 싶어 하시는 이제 해외에 계신 팬 여러분들께도 저의 모습을 보여드리기 위해서 준비하고 있으니까 아마 조만간 좋은 소식으로도 찾아뵐 수 있지 않을까 생각이 듭니다. 조금만 기다려주시면. 네. 오, 好, 台湾的粉丝会非常非常的期待。那其实不止这样子，在我们 就是我们看了演唱会的片段啊，就是因为知道你在演唱会有表演了很多新歌，所以想知道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就是有要回归吗？可以透露一点点消息给我们知道吗？ 네, 조만간 이제 좋은 소식으로 또 새 앨범을 가지고 여러분들께 보여드릴 예정인데요. 네, 아마 정말 빠른 시일 내에 보실 수 있을 것 같으니까 조금만 기다려 주시면 네, 좋을 것 같아요. 那因为最近除了筹备新专辑，然后又在准备演唱会。 不止这样子，因为 Taming 最近的那个真人秀的 Taming Extra Camp 也开始了，这样子没有哥哥的陪伴，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그죠 그러니까 뭔가 그런 이제 혼자서 리얼리티를 찍게 되면은 저라는 사람 자체를 좀 더 보여주는 거지만 재미가 없어질까봐 그거 자체가 그래도 그 안에서 좀 더 다양한 모습을 좀 보여주면 좋겠다라는 생각에 뭔가 부담감이 있었던 것 같은데 그래도 네 되게 즐겁게 촬영했던 것 같아요. 那在那个拍摄这段真人秀，很想问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因为之前我看那个泰明跟 Shining 他们一起拍的真人秀，他在火车上，然后只是打开一个糖包，那个糖就啪这个洒在桌上，然后下车的时候又忘记拿手机什么的，有没有在这一次自己个人的真人秀有什么有趣的事情？그죠 아무래도 재밌었다고 저는 생각을 하는데요. 근데 보는 사람이 재밌을지 모르겠어요. 왜냐면 제가 원래 좀 기본 갖고 있는 코드 자체가 남들이 느끼는 부분에서 나오는 게 아니라 그냥 멤버들끼리 그냥 재밌는 그런 부분들이 있는데 솔직히 자신은 없지만 그래도 재밌게 봐주시면 감사할 것 같아요. 那我自己私心想问一个问题，最近他的手机有没有不见？就是因为我看很多的那个粉丝转发说，哦，Taming拿过的手机就会很容易不见。最近这个事情是真的吗？还是还有持续在发生吗？觉得自己最帅的角度是什么？ 너무 많아서 고르기 힘드네요. 如果现在可以去，如果现在必须得去无人岛，只能带三样东西，你会带哪三样？ 泰明真的很会那个，很会找我们的那个问题钻漏洞。私心想问一个问题，最近他的手机有没有不见？就是因为我看很多的那个粉丝转发说，哦 ，Taming 拿过的手机就会很容易不见。最近这个事情是真的吗？还是还有持续在发生吗？그죠 그러니까 이게 버릇을 고치는 건 참 어려운 거라고 생각을 하고 근데 나이도 이제 20대 어느덧 중반이 되었고 스스로 제 물건을 챙길 때도 됐는데 그렇게 그 성격을 고치는 게 참 어렵네요. 최근에도 사실 지갑을 잃어버려가지고 다시 찾긴 했지만 좀 약간 고생을 했었던 적도 있었고 근데 되게 사소한 것들 많이 잃어버리는 것 같아요. 뭐 립밤이나 아니면 핸드폰을 잠깐 어디에 두고 와서 잠깐 다시 찾으러 가던가 여권을 두고 오던가 막 그런 식으로 좀 네 자주 잃어버려요. 但我觉得这在那个粉丝眼中都是一些非常可爱的行为，但是在粉丝的那个传言当中，因为 Taming 非常的厉害，就是在韩国跟日本都发行了两张专辑，然后也在武道馆开过了演唱会。那其实粉丝有给他两个 title， 一个是 Lee Seo Nan 跟那个 S Taming，
不知道他自己更喜欢哪一个 title。일단하나를좀고르기가너무좀어렵지않나요그러니까둘다너무나도저를과찬해주시는말씀인것같고무엇보다도그렇게되기위해서더노력해야될것같고그런수식어들을앞으로더하나씩하나씩늘려가는게저의역할이라고생각하고더열심히하겠습니다 OK, 那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泰明的演唱会是非常的华丽然后充满了艺术感但私底下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反差萌的那个小可爱忙内但想问一下泰明私底下自己觉得自己的个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가식이없는사람그러니까모르겠어요내사이에좀솔직하고그냥저다운모습을좀더보여주고싶어하는것같아요그렇게했을때어느정도는이제지켜야될뭔가예의나이런걸지키되최대한저스러운모습을좀담으려고하는거예요오但是因为泰明真的太忙碌了之前呢还去代班当 DJ 所以很想问一下如果泰明自己开了一个广播节目只能放三首歌你会想放哪三首歌추천하고싶은노래일단먼저저의앨범을소개하고싶고그다음에는샤이니노래를소개한다음에그다음에이상하게좀빠르지만제가캐롤송을좀많이들어요그래가지고좀캐롤송위주로조금벌써부터미리누구보다빠르게들려드릴것같네요嗯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刚刚讲到他自己的专辑跟 Shining 的那个作品那其实差很多的那个风格因为Shining 算是应该说泰明从 Shining 是忙内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出道所以从小男孩的风格到现在渐渐的变成很成熟的男人有没有自己是最喜欢的造型在这条路上컨셉스타일가장좋았다라고좀말씀을드리기가조금어려운것같아요왜냐하면제스스로성격자체도항상새로운걸좀컨셉을시도하고싶어하고그러니까매번매번좋아하는컨셉이조금바뀌는것같은데그래서약간하나를꼽자면그냥그나마애착이가는뭔가저한테터닝포인트가됐던부분들인것같아요예를들어처음에샤이니로데뷔했을때누나너무예뻐로약간정말그동생이미지가정말저희의시작이었고그리고궤도태미는이제첫번째저희솔로앨범에서는이제거기에서성장한이제솔로의이제태민이가이제하나의콘텐츠아이덴티티로서데뷔를다시했다라고또생각을할수있을것같아요其实在那个粉丝之间呢、啊、泰明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一个那个小秘密就是像之前我们那个台湾的粉丝他们要去买演唱会他们就会大喊李泰明李泰明李泰明然后就会买到票就是就三泰明就是你只要喊了三次泰明的名字就会招来好运自己知道这件事情吗이제태민태민을외치면모든게이루어진다라고얘기를많이해주시는데제가느꼈을때는그게걱정이많이되는거죠만약에제이름을그렇게세번외치고뭔가원하는걸얻지못했을때괜히그화살이그러니까저한테향할까봐조금한편으로는또걱정도되는것같아요那大家都知道泰明跟 EXO 的凯是好朋友私底下因为两个人都是算是超级 SM 的舞王这样子那私底下会不会切磋舞技예전엔정말많이나눴던것같아요사실이제서로데뷔하기전그리고이제초창기에는이제그런얘기를많이나누는데요새는만나면글쎄요약간춤이런일적인얘기보다그냥약간일상얘기를더많이하는것같아요네오那那个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也算是又进一步的了解泰明更多那今天呢我们都知道泰明是一个非常才华洋溢的孩子因为毕竟我真的算老哥哥所以我们都知道他是才华洋溢的孩子今天呢我们要准备帽子要来让他那个彩绘一下越来越成熟的泰明还是带着点可爱萌的感觉勇于尝试各种造型的他这次我们准备画笔让他设计帽子和他飞快的作画似乎很有想法哦到底他在帽子上画什么呢네 OK 완成네이게사실제가오늘여기앞머리살짝올렸잖아요그래서그걸좀표현하려고했는데좀잘안됐고但很可爱因为泰明笑起来眼睛的确就是这样就是很像月亮这样弯弯的然后脸的确也就是这么尖跟这么小제가여기되게엄청나게뜻이많은데제가더설명을해드리자면이눈표시랑이땀같은게이제이모티콘이저희약간트레이드마크였어요예전에이제팬여러분들께함께제가뭔가뭐였지 From Shine 이라고저희공식홈페이지에서팬여러분들한테이렇게메시지를남겨주는걸했었는데그때제가사용하던저의이모티콘모양이고요그리고제가입술이좀두꺼워서입술을좀두껍게표현을했고其实我刚刚不太敢问我其实很想问这件事情그 정도 네
It's okay, it's fin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接下来呢，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想要让那个粉丝更了解我们的泰明，所以我们要来一下快问快答。泰明，那个只有三秒钟的时间可以回答问题。第一题，最喜欢的英雄人物 ，Spiderman。OK， 接下来请说出自己洗澡的顺序。More yoke more fire。好，接下来下一题，最想拥有什么超能力？瞬间移动。会不会想要隐形？제가곰곰이생각을해봤어요제가사실그런상상을많이해보거든요내가만약에초능력을갖고있게된다면어떤능력이제일좋을까라생각을했을때결과적으로순간이동이제일효율적이고좋은것같더라고요오나如果现在有时光机可以回去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안돌아가고싶은데요觉得自己最帅的角度是什么아너무많아서고르기힘드네요如果现在可以去如果现在必须得去无人岛只能带三样东西你会带哪三样비행기하나면될것같은데요泰明真的很会那个，很会找我们的那个问题钻漏洞。好，最后一题啊，不是倒数第二题，自己的口头禅是什么？아무튼。最后一题，结束访问后最想要做什么事情？하나둘셋운동을가려고哦，运动。其实今天非常开心，那个可以在我爱偶像里面访到泰明。那因为接下来我相信 Shining 或是泰明在台湾一定会有活动，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台湾的粉丝说说话呢？이렇게인터뷰해주시러먼곳찾아와주셔서너무감사드리고대만팬여러분들과함께이렇게만나지못한지시간이많이흘렀는데그래도뭔가저희를많이기다리고계신다면정말조만간좋은모습으로여러분들찾아뵐테니까기대많이해주셨으면좋겠고새앨범도기대많이해주시고요앞으로도많이사랑해주시길바라겠습니다耶、yeah, ，谢谢泰明今天来到我爱偶像，也谢谢你，谢谢辛苦了，谢谢。谢谢